嗨 Johnny， 我是 Safina， 乌克兰的 Lina 介绍我来找你去整腹推拿。你怕痛吗？我超怕。那你可能不适合。Like us on Facebook if you haven't,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for more new videos. 我们属于深层波筋推拿，过程中吸气吐气，不要憋气。啊、哦，不行啊！哎呦喂啊！老师，我真的觉得好不行。我现在要拨他的膀胱经，那膀胱经是从头到脚的。听说拨膀胱经就是让身体舒畅，然后把不好的东西排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条经这么舒服啊？因为我还没有用力。孩子怎么样？还舒服吗？很舒服。哎呀，这个就不舒服了呀！听起来有点像高嘉瑜的声音。这个真的太痛。第一次比较痛。那有没有东西可以抓着？有，你可以抓着师傅的手。师傅，你的手呢？好痛。这里有点痒，但这里好舒服哟。久坐久站的人，屁股这边会比较有刺激感，感觉怎么样？気持ち。我那个。忍耐一下哦，忍耐一分钟就好了。啊，老师不要！哎呀，看来没有办法享受大腿内侧的条件。我帮你顺一下哦。哇，这个也好麻哟。忍耐一下哦，保持吸气吐气，不要憋气。哇，这个很舒服，好像真的不行了。这是焦距离哦。接下来我来帮他放松他的肩颈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。Safina， 你确定你不是声优吗？不是耶，我是专业男士理发师。师傅，你今天想要理什么发型？我想要理一个你会喜欢上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不要闹了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想要体验男士理发，欢迎来我的 IG 跟我预约哦。啊，你发誓 Safina 呀、yeah.